启妈，蟹仔，我上次叫你计嘅嘢，你谂掂未啊？咁耐冇见，唔认得我呢个恩人啦？点会呢？如果唔系得阿恩人，你喺我七岁嗰时执我翻嚟当工人咁样，又俾我学手指速线大法，我又点能够成为一代神仙呢？好，我就俾条数你计下，我平均每个礼拜都会喺 Food Panda 度嗌五次淡仔三哥外卖，逢星期一、三、五就会嗌二人优惠套餐，星期二、四就会落街外卖自取最新推出嘅螺酸汤米线，我仲会嗌个大肚肥鸡翼、大蒜泥白肉同埋个冻柠茶酒甜小冰。依家系十月，一共有31日。今个月会有12个星期一、三、五，8个24，你觉得我点嗌先最抵啊？65。冇错，无论你每日嗌几多次淡仔三哥，只要你用65蚊月费 join Panda 铺嘅话，你就一定系至抵。Panda 铺系，我已经为恩人你线好晒啲吉日 join Panda 铺食淡仔三哥，仲有我已经 book 晒全香港九龙新界所有隧道广告牌，就连九龙城行隧道我都已经 book 埋，就系惊你唔知点食先至系至抵。况且用65蚊 join Panda 铺，除咗嗌淡仔三哥有75折，超过2000间餐厅都有75折，自取仲有至上折，兼夹每个月有5折免运费优惠，2张 Panda Mart 9折优惠券，就连堂食优惠都一样有75折。唔怕话埋俾你听，而家仲有疯狂优惠，由今日起到31号，用癫价299就可以装到12个月 Panda Mart， 除开每个月25蚊就有5折免运费。一個 Panda 鋪月費計劃，啲優惠加加埋埋，搞到成個光樂山咁大，都只不過係賣25蚊。醒目嘅，每個月慳慳埋埋成3嚿幾水，我問你死未？蟹仔啊，你係咪真係有把握㗎？哼，經我電蟹線過，一定冇錯。即刻打開 Food Panda App， 登記做 Panda 鋪會員啦！唔係啊，我係問你，我係咪食三哥最抵嗰個啊？仲有最新推出嘅螺酸湯米線、麻辣豬皮同埋海螺片，哎呀，我好肚餓啊，蟹仔！掂硬，除非其他人都知道係 Panda 鋪會員有75折啦。咦 ，Food Panda 都～